跑说，对，就是我们比赛方式是就是第一场的两个人先打，然后打完之后赢的那个会留下来，会然后给让第二个上来打，让第二个上来，然后把第一个杀掉之后，第二场才之后第二场第二场才正式开始，第二场才正式开始。啊靠！所以我们的意义就是一场定胜负。好，比赛开始了，开始了。一个吐纳热人没打到，好，一个往后躲，躲了一个吐纳抓技，没转到。我们现在都还在试探，两边都在试探。靠用怎样？哦，近身击杀又没抓到。现在目前青燕的血量比较多。对。哦，抓到了，近身击杀抓到了，抓到了。青燕脚阻断。哦，你要用的是剪片掉线界，青燕用线界躲掉了。哦，结果没有抓，没有去抓他。哦，青燕被大刀定住了。看起来西格打得很小心。对。哦，这次机枪没打到，可惜。哦，西格被抓到了，是你抓技抓到了。好，今天一个御番大刀，可是没有击中。哦，这个抓，漂亮。嗯，吉娜被反开了，有到有抓到了，好、哦、输出一波，哦，这个会被抓到，啊，尽管还有两秒，哦，这个按照速度，哦，失误了，失误，失误了。我的声音太小声吗 ？OK， 我麦拿近一点。等一下，我把麦拿近一点。啊，对你自己习惯的话，你直接很小声。哦，我麦有调低，声音有调小声一点。哦，这个石亭躲大招漂亮。对，剩十秒钟，剩十秒钟，十秒钟，谁会赢呢？看起来是青燕要赢了，青燕血量一点点。对，好了，结束。青燕，青燕获得第一场胜利。哦